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鲁军宏台长。我女儿1990年属马的，2年前得了脑瘤，她不开心发脾气。那么你用不着讲了，用不着讲的，你让我看就知道了。你一讲我还看什么？我帮你看的时候会帮她治的。几几年属什么？1990年属马。也不大，对，这么大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。但是压迫他的脑神经血管，对对，不大容易开刀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一开刀会中风，所以医生都不敢动他，讲对不对啦？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他吃东西蛮多，然后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身上一个鬼，这个鬼在他身上，天天要吃东西。天天吃东西，因为吃很多东西。晚上，对对，他就不睡觉。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麻烦啦！我告诉你呀，这个灵性在他身上。白天他很正常，一到晚上就到他身上来，对对对，他就要发，他就是有时候把门要关起来，看见人家害怕，对对对，小便多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小便多，现在你们知道了吗？这个世界啊，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很多人以为啊，这种毛病医生都很看不好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还有这个灵性，这个鬼啊。踩在他的腰上，所以他的腰也不好，酸痛。你问他自己，还有他走路这么走路怪怪的。对，然后又这么走。对对对，你看他自己还鼓掌。看见了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呀，他人很好的。对，很好。这个女儿，我告诉你，欠你的上辈子。所以这辈子来还你的债。那么不当心呢，惹到灵性了，是你们家族里面的灵性，你们家里过去有杀业。我的亲戚他们以前他们是买那个钓鱼竿的。买钓鱼竿。买还小虫子给鱼吃的小虫子，钓鱼竿。买钓鱼竿你知道吗？就等于卖枪给人家。去打鱼嘛。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业障啊。还有啊，你叫他头发弄弄干净，因为头发遮住天庭，一个人没有运气的，一个人要头发要光，额头天庭要饱满，这个人才会有运气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遮住了，整个人就浑浑叨叨的，所以你要让他这样。现在我已经让那个灵性离开了。他现在很清楚，脑子很好的。你要好好念经吗？要不要啊？要的。你听台长的话，你要把这个灵性念掉，好不好啊？好的。台长能救你的啊，没什么问题的。还有这个灵性跟他前世也有一点情缘，所以经常会。弄弄他的身体，所以他的妇科也不好。听得懂吗？因为没去查，不知道，没去查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他不正常，就是说生理期不正常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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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他的呢，倒没什么，主要的就是一个脑子。脑子呢，你现在这样，每天给他念小房子。你最好一共小房子要给他念700章，然后呢每天给他大悲咒念17遍，心经念49遍，礼佛念5遍，然后呢给他念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往生咒49遍，这样的话他很快就会脑瘤会缩小，而且我现在看他这个脑瘤靠近血管，特别危险，
弄不好，你医生告诉他弄不好，他就会偏瘫一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用意念帮他这个瘤啊移动了一点点了，他马上就会舒服。你现在问他，我告诉你，他是左手啊，啊，这个右手啊，这是右手，你的右手啊，天天早上会发麻的。哎，他发麻的，他是有时候发麻的，早上，看了吗？大家看到吗？记住，大脑压迫血管，手就会发麻，麻了之后，慢慢的就会偏瘫。所以你每天要自己要动，好吗？而且要走路，而且要自己要有信心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把这个灵性念掉，他就没事了。很小的事情，救救他这种人，对我来讲很小的事情。还有他想工作，现在没工作。他想工作啊？哎。能不能找到工作啊？他好像不在日本的吧？哎，不在日本，在中国的。在中国的嘛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暂时找一个朋友，或者家里给他找点工作做做。不要让他出去做，现在不行。现在别人如果笑他，给他的气场不好，他会有压抑感。一压抑感的话，内分泌失调，觉睡不好，灵性在身上开心，接下来这个东西就会长大。你如果不缺钱的话，不就是一个床，一个饭吗？你就是把他养在家里。他不开心呀、不开心啊。不开心，叫他。多多看看台长的 DVD 呀、台长的 DVD 够你看一年的。哎，你看看台长的 DVD 就会开心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到日本的共修会里边去，共修组里边去拜拜佛，好吧？拜拜佛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啦，身体早点好啦，好不好啊？你能不能吃全素啊？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要是吃全素的话，台长可以叫你在半年当中，这个瘤就基本上要找不到了。他正在准备吃全素。吃全素。愿意不愿意啦？愿意。好。好吧。你看他现在正常不啦？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过去，他现在几岁啊？26岁啊，27岁啊。你给他介绍过男朋友的过去。对的。没成功。对的。是的。那么他以后婚姻。我告诉你，你很麻烦的。介绍也是你，搅掉也是你。对的，是我搅掉的。听得懂吗？他看上人家了，跟人家好了，你又说这个男的不行啊，对啊，我说不好，搅掉了。不好嘛就拜拜了。对不对啊？现在像他这情况，你最好不要让他谈恋爱了，让他干净一点。等到他完全好了再说，好吧？30岁的女的也嫁得出去的呀，40岁的女的也嫁得出去，这有什么关系啦？碰不到好的就不要去找。来不及的，为了年龄，到时候离掉了更痛苦，还拖个孩子回来，发神经啊！再说你跟他上辈子两个人夫妻，所以你他一谈恋爱，你心痛得不得了。我讲错了吗？没有。所以没办法了。我家里有灵性吗？家道还蛮大的，还蛮好。家里应该没有灵性。你家的隔壁呀、你家的隔壁气场不是太好。对，隔壁是人家一个厕所。哎呀，
人家那个公共厕所、嗯、不是公，就是人家隔壁、就是、隔壁一个厕所，哎，就是我们厅旁边。你赶快贴张山水画呀。哎，我是买了山、是请了山水画，赶快贴呀、啊、嗯，哎，楼下有公共厕所，嗯，哎，楼下嘛是公共厕所，嗯，旁边嘛也，哦，楼下也是公共厕所、啊、哎，嗯，你们家整个臭了。所以我告诉你气场不好啊、哎、楼下左边 对孩子的 心态也有问题啊、嗯嗯、还好楼上还蛮干净的、嗯、我这楼上再脏的话你就完了，赶快搬家吧。嗯，你给他的床啊换个位置好吗？好的、嗯、我看着他进门左手边、嗯、是不是他的房间啊？左手边进门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、前面一点，左面、前面一点、是他的房间是吧？嗯、不大，嗯，不大，给他床换一下位置好吗？哦，往右面换，嗯，好吧。嗯，现在靠的太靠门了，哦，靠门的不好、哦、而且你们家这个门很难看、嗯，门有点斜的，哦，这叫斜门。哦哦哦、嗯，听得懂吗？我、哦、听得懂。小姑娘，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啊、嗯，你算了，有你妈妈在，你这辈子不要想谈男朋友了。那她不开心了？开心，很开心，因为你谈男朋友之后。男朋友会欺负你的，所以你现在暂时跟着妈妈，妈妈不会欺负你，明白了吗？嗯、好吧，啊、哦，乖一点，小丫头，你等病好了之后再说。你妈妈还会给你介绍很多，嗯、然后把你搅掉很多。哎，可以看一个盲人吗？啊，好，盲人、看看盲人。2007年。零几年？2007年走掉的。哎，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姓李，姓李，木字李，思想的思，耳朵旁一元两元的元，李思源。耳朵旁哦，李思源。嗯。哎呦，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人很能干，什么都能做的，嗯、在家里什么都会做。嗯。很好的一个，对，他烧饭呢，烧饭都会烧，嗯，而且人非常善良，哎，很善良的，嗯，人很好。哦，你帮你爸爸念了很多经哎，哎，我帮他念的，因为我梦到他，我告诉你，梦到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已经在天上了，哦，在御界天了。哎呦，你爸爸很好，人真的很好。哎，嗯、是的，他很善良的。非常善良，嗯、因为你是来讨债的嘛。嗯、你是讨债鬼。嗯。哎。哎，我自己可以问吧。啊，你再问一点吧。啊，我1962年属虎的。你想问什么？我身体，我舌头。腰不好。哎，腰有酸，哎、舌头也。肠胃胃酸。哎，胃酸。啊。哎啊，颈椎也不好，哎，不好，嗯、哎，左面眼睛不好，哎，对对，哎、对对对，掉头发，掉头发，记性很不好，哎，对对，哎、耳朵也不好，哎，对对，哎，关节也不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哎呦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嗯，知道，哎，哎，我舌头也发痛发麻，发麻，哎、舌尖，左手肩膀这里，哎，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晚上痛得来要命，哎，痛得来要命。还有啦，你掉过孩子啊？哎，对对。哎，打胎过孩子啊？哎，对对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没走掉，还有一个。我打了有几个了？你打了4个到5个呢？哎，对对对。哎，台长厉害不厉害啊？哎、鼓掌！现在你们知道台长怎么救人了吧？嗯、你好好念掉，你已经念掉2个了。你还要念经，我一直在念，你大概还要念3个，
那么多少章啊？念？一个念27章，一个念36章，还有一个念49章。哦。好吧。嗯。你这个人呢、啊，告诉你啊，哎呀，你这个很敏感呐、啊。嗯、你非常敏感、嗯、一点点风啊你就怕冷啊、嗯、对对你手洗的时候水冷啊、嗯、你的肩膀就痛了、嗯嗯、哎呀你的脑子晚上经常睡眠不好啊、哎、不好啊、哎、就你这个样子年轻的时候、嗯、很多人追你呀、啊嗯、对的、哎、对的哎呀现在明白了吗、明白了好好努力学佛念经、嗯会越来越好当心自己的关节、嗯、每天晚上要泡脚、哦哦、明白了吗、哦哦、我关节痛这里、嗯、关节痛嘛就要泡脚啊、嗯、你现在我看你这个关节磨啊、嗯、已经磨了很厉害了、嗯、就这样的话你一跪下来就会有点痛、嗯、然后有时候站的时间长了它也会磨你应该多吃一点卵磷脂、嗯哦哦、好吗、哦哦、然后自己要多多的泡脚、嗯、多吃点钙片、哦哦、好吗、哦哦、还有讲话要少、嗯、念经要多、哦、因为你的话太多了、哦、你的经都跑光了、哦哦、明白了吗、哦哦、好嘞好嘞